雨惊醒梦中之人，人自在发表真理，给败坏人类带来光明，黑暗遮盖的万民听见神声音，归回神前，尽情享受神的话，都附上了丰盛的筵席。在神话中明白了真理，今生本分活在神面前，经历神的审判与刑罚，败坏心情得着了洁净，看见了神的圣洁公义，我们心里爱神见证神，神子民被神成全得着，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。发现明一切的人，神的羊听神的声音，各邦各派的神选民都逐渐归回到神面前，得着生命活水供应，在神话中与神面对面，看见神的爱与祝福都在跟随见证全能神，国度福音已传遍世界，撒旦已彻底蒙羞失败，神子民敬拜独一真神，全能神完全的